与花莲同步，马来西亚分会举办浴佛典礼，1400位慈济志工齐聚教育中心，再现八年前动土时庄严氛围。这些年来都是师兄师姐，还有社会有爱，有善心的大德成就我们这栋大楼。那每一个人的寸寸爱呀，真的你就看到这个社会无限的这个希望。不管那个人用心用爱，跟那个做三人无敌，一人不能你做嘛，对哦，做假听话咯。法师带领大众浴佛，一同感念三恩。父母就是最大，佛陀自己本身也这样哈。父母就是我们的佛，有求必应，父母也是用心去顾我们，去培养我们。母女两代虔诚浴佛，感念亲恩。我妈妈已经90多岁了啊，我发愿我每一天啊都要回去看我妈妈一下。我们就过来浴佛，也给母亲自己的妈妈一个祝福，也给自己一个祝福。表达爱与感恩，真正落实佛陀教诲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